说谎的人要吞一千根针哦。我美吗？美。佑嘉，我呢？也很美啊。我们逼他说谎。好，其实今天来到一乐的这边哈，我们还是要非常感谢你抽空出席，然后呢，谢谢，也要恭喜你，因为你荣获了一乐大赏多个奖项，其中包括了一乐最佳作词海外奖《说谎诗人城》的作品，另外呢，1003人气优势歌曲《看见什么吃什么》，谢谢，还有全球流行音乐金榜推崇新生代林宥嘉，掌声鼓励鼓励，恭喜林宥嘉。是，来说一下得奖感言，一连连夺三个大奖。当然要谢谢是主办单位一乐嘛，还有当地的媒体这样。那我觉得这三个奖里面，我觉得最有意义的应该是诗人陈老师的说谎的歌词。那他今天没有来，那但是为什么这个奖很有意义呢？其实是因为，诗大哥告诉我说，他很谢谢各位评审，因为这是他歌词生涯里面人生拿的第一个奖，所以其实我觉得有点不敢相信，但是。我觉得他应该会觉得很感动吧，所以刚刚呢就希望可以越唱越投入，希望可以就是当作是对他的恭喜这样。不过我们还是要把这个舞台交回给佑嘉，希望带来更多更精彩的表演，好不好？好，好，谢谢。来，请问佑嘉做准备？对，来。下巴成花，加个蛋，不再央求的。长帆，心里站在远都快关门，
起还未买单，你说混沌买不完，正好拿来做晚餐。我看着窗外的珍珠港，对月是偿还，光一条水洗的街，找一种注定的感觉。我不喜欢有全世界踏破了铁鞋，赴着前生之约，找一条有你的街，找一种回家的感觉，传说中的归根容颜，曾经多不屑，原来最渴望的不过这些。是古董和字画，虽然很廉价，总算像个家。普天下的唐人街，都是该去大清。可是你漂泊在天涯一万里一夜，一等想回家过节，在一条陌生的街，终于种伤心的感觉，我已经环游了世界，踏破了铁鞋，是好过一些平凡的夜。谢谢。